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คำว่าสปอร์ตไม่ได้ลงที่หนึ่งเขาจะมีทิ้งเราเหรอความเลิกที่ไม่หยุดเลย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Ella， 欢迎收看 Ella 大尺度。变装皇后一定是跨性别吗？哦，你们一定很想要了解，就是跨性别的情感生活，这些都可以直接在 Ella 大尺度里面听到哦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加入会员，才可以听到更多劲爆的内容。今天我们来请女王来帮我们开箱这位姐妹。其实这些姐妹我也认识了很久哦，你应该认识巨九吧？巨九哎，我觉得你开始，我以前还没有到很红的时候，我就认识她。戴假发的时候，应该就认识她了吧？对。他在外面瞪我们呢，而且年纪很大哦。那我们就请 Tiffany。因为我们要进行拍摄的时候，我把三位姐妹同时加入在群组里面，然后我就说姐妹们，姐今天穿这个样子哦，你们记得一定要穿得非常夸张，非常 over。然后他们就说什么，她可以全裸，何谓全裸？是因为她玩得很开吗？不是，应该是说你不要吵，你先不要讲话，你们自己看一下这个奶。应该说他就是很开放的一个人，他觉得很好玩，而且他是在我们后台的时候就会直接全裸，然后在那边换衣服。真的假的？我们就在看到他两颗奶在那边咚咚叮的，他两颗奶咚咚叮，然后他下面还没做吧？他下面就穿一条内裤，然后就是很大包，比我们猛男还大包。那我可以问一下你几岁吗？今年27，快28，身高171公分，体重65-68，那其实也蛮轻的。我骨头重吧？我跟你讲，男生都是骨头重。好，那我们来倒数3、2、1，来看一下 Tiffany 的现在的样子。3、2、1，讲讲。呀，太漂亮，很辣哎！你要用你的母语打招呼啊！你要用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 Tiffany นะคะ。哎，很漂亮哎！你那个照片是什么时候？就是准备要进去整形。所以照片是你几岁的时候？这个照片应该2015。你也是去泰国动的？我去泰国动的。你们两个都是去泰国动？没有，我脸他在台湾。台湾啊，你的脸是在泰国？全部在泰国啊，真的？对，难怪。你知道他去泰国有动一个地方很可怕，叫屁股，他打细胶进屁股。哦，可服也是打一样一样。可是那不会有后遗症吗？不会。他老的时候不会给鬼玩在那里？哎，年轻漂亮就好了。天，因为我想过说我要去打这旁边这两下，我觉得荧幕里面的他真的太荒谬了。怎么说？那个奶哦，真的是。挤一下，你这样会不会露点？我不会，我最爱露点了。哦，像在我们台上哦，因为他都很爱穿这种很露的衣服，跳来跳哦，胸贴都在外面了。可是还好他有做防护措施，我没有，他没有做，他没粘。我贴胸贴，我说他的胸。有啦，这里人看。那你是什么星座的？我金牛座。金牛座工作很务实哎。没有，就爱工爱钱呐。所以你一定要找有钱人跟你交往。你不一定哎，就是他找的交往的对象很多都比他还没有钱。他也很会赚。我自己很会赚，很就是很爱花。那你会养小白脸？我不会。你不会养？对，我只养我自己。你可以不要养我，但是要自己养他。哦，就是各过各的，自己要养活自己这样。那你什么样的机缘让你从事变装皇后？就我小时候我在一个酒吧上班，然后也是表演。其实我蛮喜欢表演的工作。他现在还在那边兼职。你说兼职什么？你说有在表演者？没有啦，表演者啦。然后就是认识老板嘛，外面的老板，然后叫我要不要出来表演这样子，才接触到变装皇后这个工作。那你的资历有比女王？当然啊，资历15年在那个嘞，资历15年啊。我没有到15，我是菲律宾。15年的话，他等于说他从小就出来跳了。对啊，而且你知道他那时候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玩的故事，就是他弟弟结婚的时候，他爸爸甚至问他要不要在他弟弟的婚礼面表演。啊，你有去吗？我没有啊。为什么？很怪吗？对啊，就很奇怪，就你没有表演，让你爸爸看你有多骚吗？但是就是很多亲戚问，他是他吗？你小时候那个地方是我是。所以你家人其实蛮开明的，他没有生气。我爸很生气。哦，你动完的时候他有生气？他说为什么去的时候不跟他讲一下这个方面？哦，那他心，那他其实也是关心你的安全啊。那你除了变装皇后之外，你还有其他的工作？我跟你讲，他之前有，他之前有一个很特别的正职哦，大家都想不到什么牙助哦，牙医助理。对，牙医助理。看起来不像。没有，我上班的时候就是很素颜。哎，我看一下你们两个，你奶是做什么的？讨厌。你们两个都有胸部，那你们两个是？我做很久了，我在18岁就做了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我是国东细胶。20年前，国东细胶。就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做了，我小时候。那我给你摸摸看。
欸，很软的，因为泰国做的奶，对，泰国做，而且欸，它奶超好，我大概有快10年吗？7、8年了，可是感觉得出来有东西，一定是有啊，有，你的比较硬一点哦，因为他有穿那个 new bra， 对我有穿 new bra 挖崩鞋，你看他挖这边，对，哎呦，哎，很软的，但是你觉得你觉得皮肤有变好吗？有皮肤，你变很多，而且你变白了，那你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这样吗？不是，是这样。我跟你说，我以前皮肤很糟糕，切掉之后真的有差。对，因为切掉是那个男生荷尔蒙已经不在了，所以可以改变很多。你看他背后啊，好咬的。我可以看你背后长。不要闹！快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很多观众很喜欢自己切换声音。就像假如说表演完之后，我会跟他说，请你自我介绍，那你先自我介绍一次。Hi everyone, it's Tiffany。好嘞。男生没有，去死！我跟你讲，他观众很爱他，可能自我介绍完，然后突然切成男生的声音，他们又更嗨，然后又撒更多小费的。因为其实我本来不想切换，但是跳完的时候很喘，就没办法用假音讲话，只能说哦，大家好，我是 Tiffany， 对，就真下去了，就是很喘，知道对着很喘的。那你私底下的生活很丰富吗？因为他说他最丰富，大概4年没做爱了，你呢？再给我哈亮看看，我不喜欢做爱的。放屁！那我昨天看到的影片是谁的？没有啦，你会做爱还会拍性影？啊，跟喜欢的人。刚刚你还没出场的时候，他们一直说你的下面超大，真假的啦？他的下面是很巨大，公认。你们有没有看过 Seven 的香蕉？那么大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很巨大。那你约的通常都是直男吗？直男。那你脱下来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你下面比他大，我跟你讲更嗨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约我的时候，他们已经知道我下面很大了，因为这个切子里面被传开了，知道吗？我的很大这样子。那他们会去玩吗？会去啊，基本上都会喜欢有奶油掉的。那他会叫你亲他吗？多少会有了，就是一男倒地三星，就喜欢被。对，不然干嘛？我们俗称的开罐，对，这开罐。但我觉得这都很好啊，因为这本来就是自己的。癖好啊，只要双方就是你情我愿，然后不要过分，那基本上性爱就是都很美好。对，那你有试过跟女生做爱？没有，好恶心啊！恶心哦！哎，我想看你跟他，我出钱。那个拍 OnlyFans 我出钱，你比我大哎！不要啰嗦，他的比你大。没有，他的最大。其实我没有很大哎。就是刚好没有刚好比例在我身上是大的啊，对，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大的定义，只是刚好在我身上是哦好。那大家对大的定义可能都要重新定义了。对，我觉得这是刚好是那个比例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对，是好看的。记得这样看，你是做什么的？那我想要问你们，你们会想要去变性？我那时候是看他之后，我有想变。为什么你看到他你会想要变？就是觉得很漂亮，而且就是很多。可能桃花或怎么样啊，然后我就觉得说你桃花很多啊，因为像我的话就是卡在中间，就是要男生不男生，可是要女生也没有很女生，因为女生也不会穿这么夸张，媚娘也不会穿这么夸张，我就是卡在一个很中间值。那你有试过要改变一下你自己的状态？但我因为我会觉得说这是适合我跟我喜欢的，因为我自己心态调试的蛮快，我会觉得说我自己开心就好了，就算单身我其实也没有差，直到看到她之后就说怎么有人可以这么漂亮，有奶有屌这样的啊，那这样子我要不要开始动手术啊，或是稍微去改变自己的外形，但后来我就有一次好像也是喝酒醉，然后跟他聊，然后他就说你就是爱你自己就好，你觉得你自己现在这样好看就好，你不用为了去迎合大家的看法，然后去改变自己啊，去动什么手术啊，因为他讲一个很重要，他说万一你动完之后你没有获得那些东西呢，那不是更赔了夫人又折兵？最主要是自己要开心。对，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去面试这样子，但是我还蛮喜欢现在我这个状态。没有，最搞笑的是说你以前比较好看。对，对我有看到那个留言，这个就是嫉妒了。但是我要跟你讲，你看到我这么久，你觉得我以前好看还是现在比较好看？现在比较好看。对啊，你看人一定是越来越好看的，没有什么以前好。有啊，有一些变装后是越来越难看了。谁快说 ？I don't know， 可能就是我告过的人吧。你有没有曾经就是刚踏入这个圈子开始扮女装，然后被欺负过？有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欺负，后来我想一下，这个其实是在嫉妒我所有的一切，懂吗？就是有一个姐妹啊，把我的男生照片了，跟我出去玩的一些丑照，而且都是很好，像我们姐妹自己留下来就好了。然后那个人就是设一个脸书，我本名哎，然后 po 一些什么不雅的文字，然后一些丑照这样子。那姐妹你也认识？
这么可怕哦。对，重点是后来我是请一个朋友，就是查一个那个网站 IP 的，就查到他的地址，就直接查到他家。对，他家的地址。啊，他后来有跟你承认吗？他不承认，他就推给另外一个姐妹，然后另外一个姐妹就是说是他这样子。他现在应该很羡慕我的生活了。啊，他也有打击过我啊。他打击就是那时候啊，那天我醉了，他也呛了。因为我们结束我们的表演之后，我们就会邀请客人啊到台上跟我们一起跳舞啊玩啊。然后这位大小姐哈，呛到一个不行，给我翻跟斗上台哦。一翻完，然后那个脚直接踹到我，然后我直接从舞台上飞出去哦。然后一飞出去撞到桌子，然后躺在地上。然后因为那时候我醉到不行，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印象。我是过两天之后有粉丝传那个影片给我，他说你还好吗？我看你那天感觉很痛哦。我说真的吗？我完全没有印象这一段。我直接打电话过去骂他，我说小姐，你以后再给我这样看看。你也讨厌过我啊？对啊，我也跟他道过歉了。啊，为什么会讨厌他？是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很直接。那时候一开始会很怕这个人，但后来慢慢的就是也是相处久了，然后认识很久了之后，就觉得说好像我比较喜欢跟这样子的人相处，就是比较没有心机。对，所以他不高兴就直接讲，然后他很开心，他其实呀不管我不管，赶快讲你的名言，我不管。呀，我不管，走了就对了，喝了就对了。牙起来，今晚牙起来，这样，然后就是说跟这样子的人相处就是很好，然后很开心，很舒服，然后随时随地就是一个笑料就出来，我们就会笑到不行。所以你现在有固定的吗？我现在目前现在有暧昧对象，对，我现在有暧昧对象。他的很大吗？还不错，我喜欢大，比你大吗？台湾人吗？台湾人啊。啊，帅吗？帅啊。帅啊，我等一下可以看一下。好，可以。好奇你的菜到底。我的菜很广哎、欸，我玩的时候我是看身体，重身体。可是我交往的时候，我就看脸，然后跟整个过程相处。我跟你讲很好笑，他平常就穿得很随便，就可能一个睡衣，然后球鞋这样。假装的睡衣是棉质的，就会看到风一吹就一大包里面。就是你知道风那个一吹哦，那就是会轻抚你的曲线，然后就一大包的。就是好，那待会呢 ，Tiffany 跟玛丽安还有女王，我们会来进行多人运动的部分哦。记得一定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加入会员，才可以看到更多劲爆的内容哦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对，就是我们在拍我们新店的宣传，然后呢，因为我们有女舞者，然后那一群女舞者就是在瞧东西瞧很久，她等得不耐烦，就突然默默飘下去说：“哦，你看女生聚在一起就是这么麻烦。”然后我们就笑到不行。那你们有跟猛男搭配过吗？就是那种。很多吧，很多啊。那你应该吃的不少吧？我没有，应该是猛男基本上都是他的好姐妹了。就在工作的时候就不会常碰同事，对。他私下的话，看你要不要敲我啊？装 man。没有，因为我声音一直都是这样子啊，一直都是这个音频，没办法再更低。就像我讲话是这样子啊，正常。对啊，那我弄下去，这样。哎呀，故意纠正。啊，你不能这样。我怎么只能这么低了？哦，我也可以哦。哇，你们两个是男的耶。